现场大家跟我一起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揭晓。2014台东南岛文化节首次办理南岛文创竞赛及成果展，以“一起记忆”为主题，汇聚全台优秀具有原住民族身份的设计师及团队一同竞赛。7月16号下午，在县府大厅举办南岛文创设计竞赛成果展展前记者会。由县长黄建廷、台湾创意设计中心陈文龙执行长宣布入围12件作品，以及2件评审推荐特别奖。2014南岛文化节的重头戏南岛好乐舞在开训之后呢，7月19号早上9点半跟下午1点半将分别有2场积分赛在鹿鸣酒店来展开，欢迎乡亲前来为我们的明日之星来加油。是呢，我想这样的活动呢，这些成果呢将在这个展览出来，会让大家看到这更不一样的特色。那我们希望呢，这样的展出呢，会带来更多的大家对于文创、会原住民这种文化的结合的一种关注。那我希望它呢，可以透过各种姿态，让别人可以感受到，哎，我们台东对于外人，然后对于我们自己，哎，都保持着一个原有的温度。这次选出的14组作品中，不仅汇聚全台湾原住民创作者精湛的技艺，台东在地的设计师更占了60%以上，工东高工师生团队也令人眼睛为之一亮。由此可见，台东文创的软实力真的不容小觑。东台新闻范耀麟台东市采访报道。